好现在亲自要站在老师身边，然后靠一下，我就会提高我的艺术能量啊。请问一下，浩伦老师，您现在在我们的庐山园社大似乎有开一个班级了，是吗？对，就是浩伦老师原本的教学的范围啊，就是遍及全台湾，可是呢，一直都没有机会到桃园来。那这一学期呢，浩伦老师会到桃园我们这一边呢来开设就是陶笛相关的一个课程。所以呢，陶笛这个乐器非常容易上手，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都很容易吹奏，所以希望对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参加。如果对提高免疫力，年纪大的想要提高心肺能力，有没有帮助啊，浩伦老师？绝对是有的哈，因为其实在我们台湾有一个硕士的论文，就是一个医生他有做过，就是一个研究，就是吹陶笛的话对心肺是有帮助的，是有帮助的哈，而且好像对美丽可爱也非常的加分，所以赶快加入我们庐山园社区大学的这个陶笛社团啊，谢谢。我们的轮乐团带来的第一首《听泉》，请你们手机准备好，帮我们录下来，转出去，《听泉》。Thank you.